约克大学的甄选场地不大，但是却座无虚席，早已坐满了同学。不论是参赛的、观战的，还是为了好友来打气加油的，大家无不全神贯注在舞台上。选手们有的早已有舞台实战经验，有的却是第一次登场，但是大家的共同点就是都有充分准备和不俗的表现。多伦多著名音乐人江晓也在评审之列，为同学们提出不少中肯建议。到底是哪位同学能站上最后的主舞台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